达比修友法新社体育中心综合报道，道奇日极强投达比修友昨天投出生涯季后赛最棒一役，主投五局飙出7K， 只被敲出两支安打失一分，助队横扫响尾蛇，率先晋级国联冠军赛。对于混血王子的好表现，响尾蛇总教练罗夫洛 Tori Luvolo 也竖起大拇指称赞。达比修友今年七月底因交易从游骑兵转战道奇，与克肖伍德等人组成豪华先发轮值。达比修友昨天投的威风八面，控球和速球都相当出色，滑球和卡特球都能有效压制猛蛇打线，五局猛飙七次三振，只被敲出两支安打失一分，分别是马蹄的偷袭短打和迪斯卡索的阳春炮。六局下投出触身球后，教练让他仅投74球就提前退场，道奇中场3-1赢球，连续两年挺进国联冠军战。达比修投得相当好，响尾蛇总教练罗夫洛赛后也有风度的称赞对手表现，他认为达比修在关键时刻仍能用速球决胜负，这相当不容易。虽然响尾蛇在季后赛提前出局，但罗夫洛仍肯定今年球队的表现，认为这是一个值得骄傲的赛季。响尾蛇总教练罗夫洛法新社。